老相片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录，它必须推出的一系列的客家种神话养生故事，第八有亚宝种客家式酿酿家的作品，还有请的文史工作者来写各种相的故事背景，我们透查和了解到客家种的文化脉络。拿到一片机一片从八三年的小玉用十七岁的药饼家种阿小在台湾汉德康道等日本时代就开业的药饼时上到头摆工作无限七彩的时节人汉动静义工动力的种阿小行去动有好讲因为后面的摄像结婚相啊，结婚的，一言多事哦，我都讲无去做唔得咯。新娘啊，像我一做啊，一好命嘛啦。哦，我第一做啊，一做一点点都摇摇悄悄啊。飞到爱情处，很个故事，很个多珍贵的录像片。黑皮皮推出黑种神话英雄故事，因内的书，记录为听人讲李秀云、钟阿雄等六个有代表性药饼家的作品同故事。提供药饼家的镜头，很个尘土的文史，真实呈现送走台湾客家的神话英雄。我看到当珍贵的相片，因为每一种相片做得讲出系一个故事啊，记录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历史哈。眼镜晒眼群哈，本身来讲，加讲的部分呈现地背，一开始系十米沙，地背我咧一下来讲，我喺地背年纪轻些，年纪轻些一下我有五十七岁，我希望讲啊用透过啊用个相机的部分来记载这个我们的乡土的一些的人文的一些景致。调查时间同调查精神发挥青岛，地方上的青岛节庆哈，庙方的事情啊，还有讲人结婚啊，还有讲丧葬出山嘅度事情，嗰老嘅礼俗嘅度，全部一方面内容噶。有本书记录嘅影像家同写文章嘅人，其中乡下为新书宣传措施。做动嘅影像家李正昌，还点出七家书虫嘅摄影摄像机，表达对影像嘅热爱。天灯科技进步，大家一下咪天道时代，改用数位摄像机来摄人事物，继续记录神话动作精彩的人文故事。下个新闻，林景佑。